好的，那我们继续，那把这个盖子给画一下，那我们就选择上面的这个基准面，那然后呢就这样子，先把上面这个盖子给画一下啊，我还在看一下这个图，我是有点乱这样子的情况哈，上面这个反正我就画一个那个方形，然后再对，大概这样吧，这样子从画进行的。好，那这个它是美团地图的，好了解，也是一样，找我们这样子画吧，用最简单的方法画会比较好。这样子，然后就这个地方跟，看一下能不能选上条线。对，这条，然后跟这条哈，我们选择一个弹卷吧。对，就是这样子画会比较简单啊。然后后面它这里不确定是不是突出，反正这个形很奇怪，这样画。那反正如果有正品的或有什么的，可以给我纠正一下，或者对，原主有时候没有形，我真的比较真的很抱歉，真的很难画这样子的情况。然后再下来你们懂得我想怎么画，其实对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就搭着这根线的这样子就 OK 了，然后这样子我还是一样，给它设定好这个点，给它20应该是够了，或15吧，到时候我导一个大点圆角这样子，那个百度云的 app 不用担心，因为对，只是在下载而已。看那个海贼王，这样一边建模一边跟你们说废话会不会好一点？然后这样子环形阵列，对，给打一下勾4个，然后再下来呢，我们需要把东西的线给删掉一下。哇，那现在是大晚上了，现在就。希望赶紧快把这个给录完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已经有了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稍微凸一点，我们就把它画凸一点吧，可以吧？首先我们这里先导个圆角啊，那不是，先画一个小三角吧，可以吧？小三角，我就用最粗暴方法的画吧。对，免得那个太什么，对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。好像不行哎，那就还是要换一个 ，OK， 那我把这个先给删掉吧，还是，哎呦，好，还是这样子，直线工具吧，啊，感觉好久没用直线工具，好像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啊，看一下回去这样 ，OK， 那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再导个圆角，这样子一个情况，好。然后这样子再给它导定向一下啊，鼠标好像有点开始慢慢有点不好使啊，对，对，画了忘了那个结构线，画歪了，再下来。点一下这根线，点一下这个对镜像，然后呢再这样子对，再把这个多余的线给删掉一下，好，多余的不要的，再下来导圆角，这次导一个40吧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一个形状吧，觉得，不然我真想不到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先导完，因为这几个角是比较。那个对，Sketch Filler 对，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这样子给它一个，我们给它一个30吧，小一点啊，打一下勾，然后30以后来最后就这个，我们给它一个10明显太小太大了，哎，那就这样子，大概这样子吧哈，你要反正画还是这个方法了画，另外呢，我再回去看一下。这个7毫米左右吧，7毫米，然后上面这个哈，那个7毫米左右 ，OK，
它这个反正我只知道那个材料叫 Triton，这是我唯一知道。然后 Biomass Resource 对。好，然后这样子下来以后呢，我们需要做一个事情，对，它下面还有这个，你们看到？那我们会把这个给画了的，放心啊。能要，但是该怎么画呢？就反正就是，很简单，这样子，看一下，我需要想一想啊，可以，这样，我们从这个部分开始画，然后打一下勾，打一下那个 sketch，对，从这个面开始，然后Ctrl加8，看一下啊，好，那个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部分。先给，我看一下是哪一个块哦。好，那个隐藏一下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那个进入这个草图了嘛，对吧？再下来，对，抽取这个结构线啊，00，不对，反正就有个直接画了，也没有差，反正就是，Ctrl 8不好使，等一下啊。再返回来啊，我在这边对，好，那对这一次我们这样子，反正就逼近那个 Y 圈就可以了。反正中间你想怎么设都可以，我可能会给个107这样子，中间给它点缝隙，对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往下拉伸，这样就 OK 了。往下拉伸的话，然后这里这个草图，我们先把这个先显示，然后呢再把这个。这个实体对，就是通很多时候需要这样子互相替换啊，而其实现在炒的已经大到不知道怎么样，对吧？的确是也是，然后这样子，我们这个可能给它一个30就可以了，对，30应该是 OK 的，这次就可以把这个什么 resource，就是说把它给组合了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 OK 了以后，对吧？那还要做什么呢？对。这个中轴的还在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需要找这个右视图。这个反正我也没办法看它多深，然后再下来啊，这个就简单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个块啊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块反正就是我们通常不会给太，这个反正你给它一个10吧，10其实我觉得也有点小多，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不太清楚说啊。这个东西呢，规格，而且我也主要是我没有那个实体的产品，主要这是一个很大问题。如果有，我可以是说我一个视频嘛，对吧？怎么老点不到，真恶心。就是说，我是如果是有的话，主要是啊，也不好意思去找赞助或者找什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其实是想说啊，比如说有这个，然后我可能是说我现在整个屏幕你们看到我是这样子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是想说看到那个不对，应该是把中间的。我是想说这样子的，就是我另外左下或右下，我再开一个小屏幕，开一个小屏幕呢是做什么用呢？就是，就是说我一边量，然后你在那个小屏幕能看到是我是怎么量的，这样子会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，你们学到也会比较多啊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 OK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也看到我实际尺寸我是怎么量的嘛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挺好，但是。无奈一直没有赞助，不过也，反正这个频道我也不打算赚，也不打算说有很高的利润这样子一个情况。然后对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能帮到大家，我觉得就 OK 了这样子一个情况。好，那这样子剪掉啊，Rebro Cut，然后中心轴我们选它，对，一剪然后就搞定了。好了，那这时候我们还是个右视图，然后这次还是一样，就把那个，但是我倒是知道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一个 pattern，就这块硅胶，我们现在画的这块，这个硅胶的话，我知道的是一个九 U，就是 pattern 里面的九 U 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们这次就这样子画就可以了啊，反正就是怎么画怎么方便怎么来就好了，对，那我们。OK，然后这个标注一下啊，这样子给它一个，反正也没有，我那个硅胶其实是就很薄啊，再来一个，
二其实也给多了，我是觉得。然后这个硅胶不会很薄，因为硅胶通常是这样子。另外给告诉你们一下，硅胶通常不会像我这么画，通常会画的大一点。就是通常就是说我们中间再来调表，就通常的话会画的比较大，就是说不会说因为它数量会收缩嘛，收缩了以后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它就在 3D 模型里面，它其实是两个面是撞在一起的，对，这样子一个情况。就是说像我现在不会画的，我现在这样子刚刚好，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六啊九对吧？九，然后4.5，对，然后4.5，另外一边就肯定是绝对第一嘛，那我就不管它了。然后 OK， 那我们就转一个圈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圈啊，对，还有一个，我这里还没标注，非常的标，非常的抱歉。这个地方可能不用了，我们给它一个5就可以了。对，这边也是一样。然后这几根吧，我们给它一起选吧，变成黄臭，然后，对，反正内侧的线我们就直接给它一个1口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样子我们给它一个旋转，那旋转记得还是那个不要 mesh result，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好，那这样子三条吧，那如果是两条，那肯定是我那个数字5嘛，对吧？非常简单啊，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还是一样，给你们展示一次我会怎么画，这个更多的是这样子。这个好像行，直接这样子吧，整个面选，整个面免得麻烦啊。这次我也偷懒一下啊，整个面选一下，然后好，那这样子就 OK 了，对吧？好，那这个 OK 了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给隐藏一下啊，到时候最后再隐。其实这个东西画出来你们也看不到，这是实话哈。然后前面的这个的话，我们再给它导一个圆角啊。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给它导一个大一点的啊，上面的这两个，因为它需要更大的一个摩擦力。一，那我们给它一个2吧，稍微圆润一点，对吧？再给一个2，打一下勾。然后呢，下面这里我们给它一个1就可以了啊，不要给太大。反正这些地方吧，我觉得就，看着办吧，反正就是就这么讲，我讲就这么讲，看着办吧啊。对，一个小小的，反正不会很大。这些东西反正就是对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这个东西反正，然后这个东西反正它有一定的壁厚嘛，对吧？我们给它一个3吧，反正上面一个厚度也有了，对吧？好，你看这个上面还是一样这么厚，对吧？因为给3嘛，它这块只有5这么高，对吧？能记得吧？刚刚的数，反正就是你看现在这里，照理来说应该是不会说这里这块厚度是依旧的，上面这块，但下面这些全脱空了，能懂我这个意思吗？就上面这块是实心的啊。好，那个再下来就中间画这个小盖子，对吧？那这个看起来又是一个半方形状，行吧，那就半方吧，把上面这个口给画一下。换这边哦，然后我们画把手应该就 OK 了啊。好，那一个反正是一个平的面嘛，对吧？它这个应该不会是一个抛的面吧？反正我也没看出来啊，是抛的，反正再说吧，影响不是很大啊。OK， 我们把这个面给画一下，然后这个线我们对这次就其实不用麻烦了，先把这个给那个，我们选择这个面对 offset， 然后。试一下，20肯定不够了，10咯，啊，不是30才对，50咯，50也行吧，50，这次偷懒一下吧，让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，50吧，50，然后再倒一下吧，对吧？对，再来一遍，1、2。那肯定不够了，这个20呗，差不多这样子吧，有没有？哦，没有，真没那么，15，给它回去15吧，这样子也差不多，大概这样子吧哈。那个形外形就不要这么抠了哈，对，我也是大概画对吧？那个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给剪掉。对，然后这个先给剪掉吧，然后下面剪掉就 OK 了。对，打一下勾。
好，这一块剪掉以后，我们先给它导一个圆角。对，我们只要导上面就可以，下面就不用导了。下面导的意义不是很大，因为正常开模的话，对，上下开的嘛。好，然后这样子，我们再继续在这个面上面再画一些东西啊。然后当然这次也是一样，不要卖主上，就是我们要画那个盖子，你们能懂的。好，这次也是一样，反正画法我告诉你们，想怎么画怎么画，后面你们想自己调整，反正也怎么调整都可以啊。这个其实画起来偏圆了，但是我就不扣那么多细节了啊，因为对，还是那句，好，那一个还是一样，这样子我把这个面先给取消掉啊，然后选下面这个面。然后还是啊，不对，应该是选这个面才对，里面的这个对，哎，选一下这个啊，还是选这个线吧，比较简单啊，没那么麻烦，不，而且里面没有倒角，现在发现一个好，现在看到这个好处，就是选择起来比较麻烦一点而已，这里，而且就零就可以了，然后打一下勾。零的话呢，啊，这次反而我们在顶置，对吧？然后它这个盖上去应该会高，我看一下这边了，好像是会高一点，那没高一点，我们到时候就高一点的啊。那个拉伸一下，然后拉伸了以后，对吧？我们就对，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功能了，就这样子，second direction， 对吧？我们给30，那这边给个10就 OK 了，对吧？给个10以后。对，打一下勾，哎，等一下，首先是这样子，这个部分要改一改，第一个我没有点 merge， 对，取消 merge results， 对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中间的草图啊，哎，你现在都12点多，我在这拍视频也是啊，好难过，一种很难过的感觉，对，索尼 OS 就差这么几个就拍完了。我想尽快把它做完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，一直拖着你们也不是办法哦。我想快点，然后去多讲一些，就是更多是设计范畴。比如说，其实我下节课想讲那个字体设计了啊。你们有看我那个网络的那个？对对对，其实我是有想过很多东西啊。然后这个我们给它8吧，给它8应该手的形状应该是够的。然后给一个对，打一下勾，然后这个 OK 了以后，对。拉伸，然后给他也是给一个5吧，可以吧？给一个5就差不多了，不要给太厚。那这样子算是对。然后这样子再找一个圆角。我双六的反馈跟新六比真的是差挺多，真的弯流那边的反馈真的给很多，就是题材什么的真的不用很担心啊。这个直接 match result 就可以了哈。OK， 好，然后这时候你们懂的，对，毕竟我叫，毕竟啊，双流的大神毕竟还是比弯流大神多，这真的是一个实话，真是一个实话，这不骗你们。好，然后在里面内测这个面，对，我们打一下一个 Ctrl 加8啊 ，Ctrl 加8，选择一个 Sketch， 对吧？选一下一个面啊，选一下那个。对，我们选这个面。好，看来要把这，我们先要把这个给隐藏一下，因为你们懂了我要做什么。对，我要把那个，对，这个面，这是应该可以的。如果不行的话也没关系，我们在那个，对，我们在这个配音直接给它改的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影响不是很大，反正也是用在中间线这样子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给它一个。五吧，可以吧？给他一个5，然后这个地方总长方向，我们给他一个，也是给他一个5吧。他这个差不多也行啊。然后这边我们给他一个小圆角就可以了，这边给个1啊。反正就这些地方倒是可以一个小突击这样子导导个角啊。完他下面这个，你这边最后再导也可以，反正这个我就导这样子算了啊，免得麻烦啊。然后打一下勾，对。然后再下来把它剪掉啊 ，exclude cut， 对，剪一小块，
剪个小块吧。然后这个小块剪了以后啊，我意思一下，倒一点，然后好，倒完一个E以后，我们这次用一个哎，完成整点对，然后 feature， 然后第一个 feature 是我们拉到最底下，一个是导圆角，然后这个是剪的这个 feature。中心轴我们选的还是这条，所以有时候我故意画一下中心轴是有原因的。然后打一下勾，那这样子就四个就搞定了。诶，等一下哦，啊，这里好像少倒了一个，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补吧。这时候这些我们就不要扣这个细节，为什么倒不了啊？反正你再多填一下，不会有很大影响，这样子的情况哈。啊，反正单边就两个，嘿。打一下锅好像有点慢啊，好，然后再下面就是一个我们再来一个 0.5 好，这两个边我们给它也倒一倒吧。那这个盖子的那个卡榫篮球我就不画，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样，我觉得应该是直接就这样子，然后靠那个开幕角度，然后它这个正常我们画外观其实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但是工程篮球也是一样，所以有时候工程师那边的话，他对设计那边那个外观表达要求是很高的哈，哎，看一下啊，好，那这里素素的对吧？我们现在样子也有点像啊，也是有点像，还行，就是上面好像有点我们这个偏方一点哈。那反正不管那么多，然后我还是一样那个把这个把手给画一下这样子的情况，然后上面的这个键我给它那个给隐藏一下先，对，然后。画隐藏完，然后这个最后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吧。好，那这样子 OK 了以后，对吧？我们就开始画那个，让我看一看啊。嗯哼，因为这个把手肯定是实心的，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再画就好了。好，那个就这样子，我们再选择一个 front plane， 对 front plane， 然后工作加八，然后这个 front plane 它肯定是一个偏方幼儿园的孩子，我相信还是这样子一个形状。那我们把它剖去以后，然后画那个导线就可以了。这次反正也是比较简单，而且它把手形状也是非常的一个，对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再来一遍 front plane 以后，那我们这次就干脆反正有中轴嘛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也是，好，那有中轴就很简单了，帮我看一下，啊，哦，快到底下，可以，那就我们就随便这样子定，我们定个点，反正不然啊，这里反正大概就算了哈，我就二十会不会太低了啊？太低了，给个50吧，行，差不多这样子，快到底，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给它一个上面这条线吧，哈。那个我们给一个15吧，15以后，然后这个地方来这个尺寸我们给它一个20啊，给20的话，那这里保险一点，给个30吧，还是其实对，给30吧，保险一点，然后这边我们给它一个20，对，给一个20以后，然后我们开始给它导一个圆角啊，导圆角怎么样导了，其实还是一样，就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啊。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子两个面它可不可以啊，这个真的要试一下，又不行我们可能等会需要那个，对，就是说重新再来那个试看一下是不行啊。有点十有点大，十有点大，我们改成5吧。5也可以，对，那我试一下。OK， 要不还是一开始就干脆我们7吧。好，那下面这个我们就干脆不要，我们等会再我们多画一个，可以吧？
OK， 然后这边我们把这个给删掉先啊。哎呀，这个好，下面反正就这样子，好，退出草图啊。退出草图以后，我们去给它一个 project。对，我投影在这个面上啊，看一下哈，可以投影在这个面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继续，我们再继续选这个前视图啊，方块对吧？很多加八啊，对，还是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子给 sketch 对吧？然后其实可以这样子抽取这个线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做，然后三四哦，好像算还算进化吧，行吧，我也是，因为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它没办法关联，这样的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啊。好，一样，我们还是给它一个50啊。是，哎，这边我肯定给错了，我刚刚是给上面那个线这样子。给30吧，应该可以再高一点。啊，不是，好像真的是这样，就是，有时候我真的怕我那个计算那个数字这样子的情况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给它也是给它一个标注，那这个标注给它一个35，可以吧？然后这样子，我们也是给它，刚刚那个我忘记我们标注，等会我去看一下。啊，我是不是很随性？啊，也没办法，只能这样子，35。好，那就给一个35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然后呢，算是我 OK 了。然后我们这样给一个 project class 对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这个草图，我们建这个，然后选择 project 到这。诶，不能 project 吗？来，我们来退出一下草图先。退出完以后，我们再进行回卷呗。因为我就奇怪，怎么不行？哎，奇怪，不行吗？好的，那刚刚试过了，然后呢，投影上去的时候已经没办法去投影上去。原因在于说，这个曲面它不是一个正就是竖的或者横的那种规则曲面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画。那另外一个方法也是一样，反正这两个我拉到步骤最底下，你还是看到这两个草图啊，两个草图以后，对吧？然后这次我们去需要把这两个有了以后，我们就要用到一个右视图。右视图那还是一样啊，好，卡住了，sketch，sketch 以后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需要这样子。啊，这些部分先给它那个隐藏掉，真的有点烦啊。然后这个部分也是给它隐藏一下，然后倒数第四个这个需要记一下，然后这个也需要给它这个，好，这个图其实也没什么用，可惜我们现在其实给它删掉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一个右视图这样的一个槽里面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给这个位置。然后去，对，很多加八，对，把它变，对，把它确定是一个水平的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，我们需要这样做啊。对，line，然后选择也是这样子一个点。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，对吧？那先，我们先这样子选择那个。对应的应该是这条线跟这条线，对，我们选这两条线。等一下，应该按着 Ctrl 啊，我点错，快点键。然后
这个一个点一个线，然后 piece 就可以了。另外一边我们也是需要这么做的，把这个给删掉，然后呢我们选择这边的，按照 Ctrl 选择一个点，然后去贴近这根线 piece。 对，好，那这时候已经有了这个线，对，我们把这个给拉回来，对，打勾，然后 Ctrl 加8来还原回去我们的一个草图。然后这个其实你们应该也感受到，对，这个就是一个内侧的一个草绘。然后呢这个线到底需要多长，我也需要看一下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弧度还是比较大的，那我们这样子，我们给它一个三，给它一个30吧。好吧，电脑不要看了，非常抱歉。等一下，好，打下勾。然后这边和这两条，这两个点，对吧？我们给它一个对称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再画一条直线，对，再给它导个圆角就可以了。这两个反正不会很麻烦画起来，那我们给它一个20吧。20肯定太大了，怎么看？应该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看好像比较小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是怎么内围的。那我们你觉得可能不行，那再给个15吧，我觉得肯定也够了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有了这条线了，拿打下勾，然后退出去草图。那这样子反正中间这两个的数字没有变，对，我们这时候需要一个 loft， 然后也是一样，不要去合并它，还是那句话，来我们选择一下上，这电脑真的太卡了，本来还想将那个现在动不了了，真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抽象啊。然后第二个，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给 delete 掉啊，第一个，然后再选择另外一个。不知道刚刚那个是什么东西，知道的不告诉我一下。哎，反正就是电脑真的有点卡了。好，然后选择这条路径，然后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原因在什么，然后打下勾。但是哦，看一下 profile curve 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来，我们试一下这样。不要 loft， 我们选择了它，对，好，可以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子，看来我画多了，好吧，它自动给我这样子生成，那我们就这么画。好，那现在这个我们已经画完了嘛，对吧？有了，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对倒数第四、第五啊，刚刚的第四，现在第五个的零件给，对，还是那个。卡住了又，好，给那个对掰回来，然后呢，对，我们需要在这个水平面上面去画一点东西啊，控制下发啊，我们需要这样子，其实你们懂的，我想画什么就对，就是画一个这样子的圆形，然后去把多余的这个圆给剪掉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次也是一样，拉伸一下啊。然后挪一下啊，然后不要卖去烧死，对，然后打下勾，对，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，不用投影，反正画的方法有很多，然后最后再进行组合也可以，反正还是一个原则，把东西画在一个块上面，这样子画也简单很多。哎，这我这边越来越卡，真的是，录视频的时候。不要把它电脑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先把一个给剪掉，这个把手去剪这个块，然后打一下勾。那剪完这个块以后，我们再进步，直接加就可以了。这个 combine，
at， 对，能解吗？哎，啊，对，两个一起选 at。好，那现在两个试题了。